开工。早啊，今天要去定妆了，头发剪得挺短的，所以到时候看看会做什么造型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我用冰块泡了一杯咖啡，消消肿。咱就是说，一百年不敷面膜的人，因为青岛比较干，我怕会爆皮，我就贴了一个面膜。啊，然后主打一个贴上面膜以后就不太会说话了。觉得嘴张不开。开工。边走边甩下来了。他最有意思的是，我蹲在地的时候，他敢，他也蹲，然后他一蹲在地上，我就跟他蹲地上。我们来吃饭了，哇，这是一个透明的一个帐篷，好酷。海鲜杂鱼。定妆的时候，哇，太长了，哇，哇，来了山东就来吃山东大葱，非常 nice， 吃多了吃多了，哇，哇，好帅啊，好帅啊，注意安全，好可爱呀、啊。拜拜。